拿过来。这小子就饿肚子吧？当然饿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大份给我儿子，小份来一坨你吃。妈，这面也不够啊。不够，你刚刚说不够了，我都没眼力见。倒，全倒全倒。哎呀，妈，那我自己。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吃吃吃吃吃，有资格吃吗？看到没，他对我好，他才是我亲生的。妈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对我挺好的，但是我相信妈肯定会一碗水端平的。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今天啊，自己哪里来的不知道啊？哥也太凶了吧，难怪找不到女朋友。嗯，这红烧牛肉面配着大包子就是好吃啊。妈真香、啊、哇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哇哇哇哇，这是你看这好东西啊。妈，妈这什么呀？焖排骨呀、啊、焖排骨啊，我爱吃。什么你爱吃啊？要不要脸？妈你说给谁的？当然是给我儿子了，我儿子想吃什么吃什么。听到没有？翻过来，这妈给我的。妈，哎呀，换过去。这面也给你了，有面有包子，便宜你了，你今天。妈，这什么排骨呀，这么香？你看看，牛排骨。猪排骨，下次妈给你炖啊。猪排骨，猪排骨也行啊。我要吃我猪排骨喽。哎，等一会儿，你现在打开它响，你看它两只眼睛都掉锅里面去了，烫的。等一会儿啊。哦，对，我先先吃根香蕉。妈，来吃根香蕉。啊，嗯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我妈想的就是走道。妈，这香蕉甜吗？甜。上儿子真是好偏的很，一坨你可得赶紧多吃点，万一露馅你就没得吃了。真的是好啊，好香啊，那我就开吃。哎呀，都说了闷一会儿，烫的，你看那烟咕噜咕噜的。行吧行吧，你饿你就拿点那个玉米跟妈买的，你先尝尝。好，给妈也拿一碗啊。来，哎，哇，玉米跟。嗯。嗯，好香啊！真香！啊！什么？我也想吃。想吃什么呀？想吃？想吃屁了你！是。亲儿子也太霸道了，我的棒棒可怜的一坨。哎，真香啊！可以给我放点尝尝尝尝吗？你想什么呢？有资格吃吗？你就给他泡一碗，一点点。这个比妈平时熬三个小时还好吃呢，你让他尝一尝，尝一点点。看在妈的面子上，给你泡一点。自己泡。好吃吧？嗯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好吃，吃起来人糯香甜，玉米面还特别浓，关键这饱腹感还挺强的。妈，这个不便宜吧？不贵，这可划算了呢。啊，家人们，给你们也推荐一下这个很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羹啊。它不仅好吃，而且配料表很干净，里面就玉米、山药、葛根和大米啊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像你们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来上一碗太合适不过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下单还有活动呢，拍三罐还送一个精美的碗和勺，喜欢的家人们赶紧去薅啊！妈，这个也是送的呀？啊，这么划算，多给我啊！你到时候多买一点，再买一点啊！这么好吃，以后早上大冬天的起来都不用做早饭了，又能多睡半个小时。是是是，吃吧。
赶紧吃。哎呀，磨磨唧唧的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吃我牛排骨了。那你吃吧。饿了，那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小心烫啊！起来。哎，优秀，优秀。哎呀，对对对。静默一下，夏小宝，下面有机关呐，这不得闷一会儿吗？我妈用心良苦啊！哎呦妈！让我看看什么好吃的。白菜，天天伺候自己的，出去天天想相亲对象的吃的，还想吃闷白菜？你异想天开，白日做梦呢你！来，你洗了。哎呀妈！洗碗。裤带啊！哎，干嘛呢，小王？拿过来，儿子又在欺负小王了。来来来，吃饭了，这个大的蛋炒饭给我儿子的。哎，小王，你吃这个白米饭吧。我想吃。你就是白米饭。等一下，不会又暴露吧？不放心，拿过来我检查一下。拿过来。嗯，在下面对不对？怎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有、哎？也没有啊。没有。行了行了。吃吧，蛋炒饭，大鸡蛋。你看我吃不下，这点香蕉了。还有一个菜，等着啊，我去端啊。事儿真多，她是我亲妈，我亲生的，对我好。香蕉肯定没我的鸡蛋好吃。爽。来，这个青椒炒蛋。妈，我爱吃。吃。做了给你吃了吗？这么熟，特意给我儿子准备的。儿子吃，多吃点啊！哎呀，真香啊！你就吃白米饭。这白米饭怎么吃啊？妈，这也太偏心了。虽然是抱来的，好歹也是一个好大儿啊。真是胆子肥了。妈，我也想吃。你吃个屁啊！你吃，一天天的就知道吃。有资格吃吗，小王你啊？哪里来不知道？妈，你是不是也饿了？我前面看你牙口不好，特地给你买了点玉米根啊，我拿给你。拿给妈尝尝。来，妈，牙口不好，多吃点吧。刚换牙呀，最近。吃吧，妈。哎，我也吃了。饿得不行。这个都省得你熬了，妈。哇，这么香啊，这米味。还是小王贴心呢。亲儿子就顾着自个吃，别说这个玉米羹比我熬的还香。太好吃了，喝吧。好喝吗？好喝，各位泡一杯。这是给妈的。哎，跟哥泡一杯。拿上来。再泡一杯。好。哎，就知道欺负我呗。还好这个玉米羹很方便。不需要煮，直接开水冲泡就好了。妈，真香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给我儿子吃，儿子你快尝尝。哎，这玉米羹确实很好吃，很香的。啊，真的好香。嗯。哇、哦，喝完好暖和啊，这大冬天的真合适。嗯。嗯。嗯，小王。这个玉米羹吃起来软糯香甜，而且饱腹感极强，玉米味特别浓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哪里买的啊？哦，这不贵，都是下回小红车买的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吃的玉米羹啊，它的配料非常干净，只有玉米、山药、葛根、大米，满满的膳食纤维。像我妈这种年纪，老人、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啊。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来点这个也特别合适。现在还有活动呢，拍这么三罐，还送同款的碗和勺子呢。喜欢的抓紧时间去拍啊！还三罐还送碗跟勺啊，这么划算，多买点啊！这是给妈准备的，给妈的不就给我的吗？你问他是不是？是，给我儿子。嗯。小王呢？妈。哎呀，小王你吃呀、啊！吃你的白米饭吧。妈，这白米饭我吃不下。吃啊！哎，吃，你扒开看看。妈中间给你放的东西什么？扒开！哇，烤乳猪呀吧、啊！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抢你啊！天天就知道抢。妈，来吃。